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哇，你这组很多 B boy 啊？对，三个加五个 locker。皇室兄弟分开了。我选了子豪，然后隔壁组就把黄庭伟抢了。哇！可以。音乐定好了。嗯，定好了。我们刚刚剪完一个出版，然后现在在排就是 locker 跟 B boy 的东西。可以。嗯我给你们带点吃的。哦，谢谢队长。谢谢队长。加油。皇室兄弟被拆开了啊！你们拍的怎么样？你好。好久不见。好久。拍的怎么样？开头，音乐主题都定好了。好的。你们组成了一组。对。拍的怎么样？还好。进行中。有凳子是吗？对哦，你们是什么样的一句话？敬请期待。加油！对，我不打扰你们时间了。好，加油！拜拜。你们带了点那个熬夜饮品，蜂蜜的饮品，这个时候是。最需要那个营养品，然后还有那个披萨的翅膀。吃得好，睡得好，穿得好，练得好，精神好。排的怎么样？就是开脑洞，然后看看怎么样想，会让大家想不到一点。对 ，OK。然后现在就是在往那个尖尖端在掌控中，编出来会很飞吗？就是太厉害，我们很期待了。什么主题啊？哪个主题？秘密。昨天抽的主题是我们都知道吧？但是我们不同方式演绎，我们升华了几句话吧，我觉得。OK， 你们先排，我怕耽误你们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最宝贵，我把东西先给你们。谢谢老师，加油。谢谢。哎，不忍心打扰他们，我在这坐会儿。你会做编曲啊？哦，编完了吗？还是先把音乐做了，然后就开始？编完了，但是又想大改。还在找更怎么样可以更把它丰富一点。不打扰了，加油！哎呀，你其实应该把这个放到这个凳子上，然后弄，这样你的腰不会那么累。把电脑放在上面，你就坐地上嘛，比较方便这样。对。对吧？要不然你那个腰受不了。不是，熟悉的崩泰老师的事啊，他的意思是只是看他什么时候要动什么时候停，抓住这个音乐的细节，所以你们这次不要跳，看他。不，我买了一点水果，剩下我就不打扰你们，你们找一点时间吃。嗯，加油。你继续辛苦，还没完了。OK， 拜，I'll see you later。Hello。我给你拿了那个水。里边那个有一些精神良药，里边还有一些水果，你也可以吃水果。凉快。来，谢谢韩庚哥。你们先拿。谢韩庚队长。不客气。谢谢。这还有。谢谢，离谱吧？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次弄得非常高，是吗？能看吗？能看。现在不能看，但现在咱们就是、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能看吗？现在不能看。现在就是我们现在，好不给你透露了。哎呀，行，我等 surprise。反正这次主题挺离谱的。又24小时又出一个这么离谱的一个主题，反正大家还挺辛苦的。但我觉得越极限才能发挥最好的状态。好吧，你们亮吧，不打扰。欢迎各位来到勇闯天涯 Super X，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复赛第一场的现场。让我们欢迎已经加油喜事的曾哥，请来的代班队长吴建豪。让我们有请，这就是街舞第五季。五支战队出场，这应该是这届历史上第一次以选手为队长组成战队。
那么今晚我们将开启复赛的首轮对抗。复赛一将进行 Crew Battle 双人作品战，一v 一 Battle 对抗战。复赛第一、第二场的总积分排名靠后的队伍会面临淘汰的风险。本轮裁判为四位队长和大师团成员。In life, be what you are, my friend. But today, we are on fire. 不是陆导，不是陆导。哦，这个有表演在里面。要炸了。都非常的喜欢，很棒。栓Q，哇，你怎么知道这个词儿的？帅哥街舞。平行时空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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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辉哥，没听到。辉哥，辉哥，听说你想看我 battle？ 对，跟你吧？那不可能，不接受。主要不在一个水平上。我用我的舞种跟你掰啊，我的舞种你不会跳。我也不跳。你长大了。我刚过完生日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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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现在队长可以跟队员们开始讨论。那你就往这边来哈。二v 二，你俩是有排过对吧？这是一组，这是一组，啊，这是一组，两个 B boy，两个 Luck Shadow 和 Hero 重复，对，哪里不能重复？没有，就是你前面一 v 一的人是不能重复的，就必须一二三四五有六个人打一 v 一。哦，但是，那下半场也是下半场还你可以再换六个人，或者还是那六个人也可以。这六个人是定好了说一二三四五六的顺序是吗？还是说只是告诉他六个人？是有六个人，但是换。但是他们随机听音乐出，对，是这样的。第一轮，比如说进攻方先出嘛，就是比如说先攻方你们先出了，对方出个谁根据你们来出。如果你们赢了，你变成守擂方，对方出什么人，你可以有针对性的上谁。去年也是这么玩的，是吧？对，是用 locking 打 B boy 还是 popping 打 B boy 还是都可以排队嘛？对，排队。然后一样的，谁上谁上都急了，排队嘛。然后那个守方就都到这边，然后你们就要换队伍，想起来不？对，今年还是这个。然后我赢了嘛，对吧？对，赢了。我记得赢了，是吗？那我忘了。我记得我赢了。恭喜一波王炸先击到25分，恭喜。